FAST 望远镜呢，我们主要是观测宇宙，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天文学的研究。比如我们在这里有5个科学目标，就中性氢啊，这个脉冲星啊，还有地外文明，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外星人呐。那么我们观测这些东西呢，对我们探索宇宙，对我们比如说宇宙的起源。 我们生命的起源，找出这些科学问题的一些答案。FAST 的呢，它是我们有巨大的一个口径，500米口径，所以它有非常高的灵敏度。那么呢，它可以探测一些就是比较暗弱的一些天体。那么尤其在中国，我们在FAST 之前呢，没有呢这个就是特别大口径的这样望远镜，所以我们有些科学目标啊，我们没有去观测到。20世纪望远镜啊，它这个12月1日啊坍塌了。我们知道消息以后啊，我们都非常的惋惜，非常的遗憾啊。就是我们这个望远镜呢，其实对我们的观测来讲，也是它有很多的经验，我们都是说是可以学习的啊。